他们在吹我的百叶极光了。给你们看，给你们看，我觉得这一次百叶极光的改版，我最爱的是这一个了。这只很可爱吧？百叶的那个新角色，虽然不怎么强，你毕竟送的五星，但很可爱。换音乐吧，现在音乐可以换吗？怎么换音乐？情报里面可以换音乐，这里。我要这一个白昼。好猛哦！居然是有 Real 的歌，而且居然可以把它换成首页的 BGM， 好猛哦！真不愧是我大白夜极光。但其实白夜极光说真的，我其实觉得白夜极光算是很神的游戏，可是，在台湾不红的那种感觉，一直很想让这个游戏就是很红很红，但可惜这游戏知道的人太少。可他这个游戏真的做得很好，很屌。OK， 我一直在等这一刻，我在等我要抽的时候再来买这一个特惠包，这个很香哎！在此再度推荐，就是白夜极光，如果有机会传达到的话，我个人是强烈建议啊，这种拉拉队员这种特惠包，就点进去以后，应该还要有一个地方可以点进去让他看到全图，有没有？然后他还要知道这是什么角色，不然在这种现在多角色这么多的这个年代。还要去想这个是什么角色，真的很难。又不是每个人都会看到这是拉拉队员以后很香，然后再去翻 FB， 对不对？没有人像我这么顾啦。拉拉队员在这边吧，这个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如果我在游戏里面，我在购买的页面，我点开来可以看到这一个画面，对不对？那多少人按下去就买了，对不对？630块而已。要是我点进去，我可以就是。你看我在游戏里面，我点哪里都没有反应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哪一个角色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也不能把它打开来，我不能看到它全图，我要买当然会犹豫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是能够点开来看到它的全图长什么样子，然后知道它是哪一个角色，对不对？哇，我知道它是克纳利，对不对？然后它全图长这么漂亮，我就买了，对不对？强烈建议这个白夜极光新增这个功能啊。他要是有一个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看有没有办法这个东西先出来，对不对？未获得，干！你看，他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，他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还抽他，受不了，我还抽他了。五星蜜雅，引阵。那是你死！再抽，再抽，再抽，再抽！再抽，再抽，再抽！来了！他那个典藏 CG 应该要能够放到封面啊！再度建议这个白夜极光应该要新增这个功能，真希望哪里可以告诉白夜极光。来了！いや、そうじゃなくてですね。私はクラリン。こちらはアントンとその親戚たちかな。かな。香。他应该未来可以时装这个功能啊，真的啦！哇，我要是可以这样放，右边是我那个界面，不觉得哇。聊天是这次生鼠这支推吗？哎，我们刚好就要来讲这个，应该蛮多人会想要问这支生鼠强不强吧？它有一个活动 TV， 我看一下，这个，看这一次真的很屌，这一次活动真的很屌，真的很屌。
看这一次活动真的很屌，好猛！这一次新活动长这样，狂野断章。这一次新活动其实就是主线打过看看剧情吧，主线打过就看剧情。然后光临初见可以玩一下新角色，玩新角色会拿到那个150光箔一抽吧，每天有登录的奖励。这次登录奖励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进来才能领，之前都会在外面直接帮你领。然后这个秘文间就是你有花你的体力就会给你一大堆啦点数，然后点数把它换你想要换的东西，基本上是把新角色先换掉。盛会是挑战普通难度跟困难难度，我还没打 EX 打不过，听说 EX6 是帮那个连做球啦。然后来看一下角色，今天要抽就是抽连，先抽一只，然后看一下第二只是不是先制，一只就先制的。第二只是装备技能强化，然后满的话是这个连锁技能提升。哇，那这只要么就是抽一只玩玩，要么就是要拼抽满哎，因为如果你要拼这个连锁技能要抽满会比较强。那我没有这么多，我抽一只玩玩就好了，抽一只玩玩。未来有用的时候，如果有其他理智值的时候再来看要不要买。现在不要担心，白夜一直给那个新的系统。对，白夜现在有很多很多那个新的系统，越来越多了。好不好？之后有其他系统之类的。我只是玩玩吗？深队啊，深队能不玩的吗？是因为我说我只是玩玩，现在连抽都抽不到，是不是？来。你好渣啊，什么呢？是啥呢？一个右下角。哎，哦，五星力啊！吓死我，我想说奇怪。还有六星，谁来？很舒服啊，这一次的抽卡就很舒服。レノアはナビゲーターの命令を待っています。舒服，真理结社。哦，右下角原来是第二个，终于快搞懂他那个十连顺序了。勇気を出して挨拶できるかな。好大，赞啦！妹妹讲，接下来你要做什么？练习唱歌。练习唱哪里？如果唱天才，嗨，天才。哈，妹妹讲天才，我是天才。嗯嗯，如果讲天才，我是讨厌。对了，明天再努力。